内藤助平风管大放送，阿妈带师孙天心一。大家来这边知道要干嘛吗？你们有人可以跟我说一下。这群小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买新衣。内藤服装老板黄文珍为了饮水思源，昨天来一个风管爱心大放送。董事长是希望可以透过像这样爱心提货券的方式，可以让小朋友亲自到我们店里去选新的衣服。老板为了回馈自己出生地东势乡亲及云林地区弱势家庭，每年发放4000元的爱心提货券，最受惠的就是这位林姓阿妈。四个孙儿女的衣服都是穿别人送的。千鬼换大，再千鬼换这个，再千换这个，这千鬼换这个，啊，伊千鬼跟换伊，哦，爱至少爱三届。啊，有人要好运，我来换伊。几领？顶四领。后尾买到4000呢，无好景呢。谢谢你啊！这届有摕到4000块买这個，刚心内底刚欢喜。中欢喜，中欢喜啦！东新闻很有爱心，企业报道。